侯汉廷春节特别节目与新党主席吴成典贺新年。医生，我的身上突然长了一种斑，而且还是绿色的，我好害怕。对啊，医生，这是什么斑啊？这是塔绿斑。怎么才能治呢？那就要找新党。新党不打骨肉同胞红，不打系出同门蓝，不打红瘦迫害白，专打倒行逆施残害台湾人民的塔绿斑。太好了，向全球中华儿女拜年啦！